不会说很简单的，这也不会很简单的。这 A 是，我看到的是初音。不过你为什么看到是初音？因为我一代有装模组，但这个不会变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原本设定是怎样，怎么样？我一代是装初音。正常会改哦。奇怪，那我一代人物有改，那为什么这个没有显示？哦，那就是那个不管问题哦。我装的是初音，搞不好这就是你为什么一直闪退的问题哦，原因哦。应该不会吧？好吧，走吧。应该不是吧？我好久没有看，因为你，我好久没有看过僵尸哎。对啊，我觉得好久没看过僵尸，我看到你后台好久没看过僵尸，一看到都是两刀机，好感动。对，看到不是困难。我刚也有产生那个想法，怀念感，好怀念僵尸啊！你要拍他，我就不会怀念他。当然，那我也有手里哦。然后这个时候就崩了，就要小心了。这个是崩了，又不是说推就推啊，说打就打。你的出门就是跑面前管他的，直接打。这是现在的世界吗？谁啊？谁倒地啊？我要刀。谁用假语音来骗人啊？我看不到位置。在正前方。我不到位置，那我还是拿散弹枪好。那个躲不掉啊。躲不掉吗？有必要去解决啊？躲不掉，可以吧？躲不掉吗？通常都可以，那个都会攻击，都会打到。你要相信专业的。好，加 P 了。你们一定要互换吧。五百强多，对不对？要死了！还对吧？你还跟我说进阶很简单吗？你跟我说进阶很简单吗？屁嘞！我只有两个设备，屁嘞！战略星球队，来稍等我们就是来自 Speed Charger Hunter， 有一只 Hunter 就是去 Hunter 走开 ，Hunter 走开，去闪闪走。去武器酒，那结果又是他存活，很奇怪，怎么又存活？就说你今天跟那个威奇超有缘。OK， 屁的，这么多东西，太神了！还有啊，这我也好多罗星团长，都五十滴血，五十滴的，你们三个人。都五十滴，猜拳吧，好，他补，他先抢。小雪，你要过来猜拳。小雪表示不不合理，你要过来。跟不想的反应问题。怎么？没，还没开始，没开始，没有，已经没有补了。我有在听啊，你赶快救他。我有在听，我只是想说你们去猜啊。Time to move, let's go! 救了我，可不能救亨特。你怎么是啊？亨特僵尸烧伤了你。我又没有什么攻击力，我补也没用啊。天哪！燃烧弹。可以，先修。
烧个痛快。走啦！猎枪我的最爱，哇，青灯明火。下一节。哦，有个什么的装。听得一鸣惊死。啊，是这样吗？下来了。大体呢？后面后面。后面有僵尸就是了，但是也射不到。哦，我射到了，真的 PK。哎，小雪后面。不行，小雪会注意不到僵尸，他能看到只有他的前面而已。一堆僵尸又朝你们那边冲。罗莉躲不下，所以你没事，我的视线就是我前方。对。所以我们被抓的时候要跟他讲说你的后面，你要是那喊后面，他才会转向后面才会看得到你。没错，我只会看着前方。他只会看前面。对，前面没事。对，我只会看前面。你叫我干嘛？ Everybody grab a weapon. 他只会接收到他画面前方的状况而已。啊，这个问题好解决。这个问题好解决，只要跟他讲说你后面就对了。嘿，小雪后面。是的。呀、yeah.。太好了！你刚才说那个以后叫小雪的时候，就是帮他看后面的那个。啊，叫小雪！跟我讲你在哪？我不知道啊。以后叫小雪，你以后叫你看后面哦。以后叫小雪后面。我那么一定会在我后面啊？你感觉怪怪的。超接近哦。哦，错一个错的。我有什么可？我不敢抢。不要推我！等下。下来啊、请勿推挤。小雪后面，小雪，小雪。有没有弹弓？我怕小雪死掉。就我这边，小雪，小雪。小雪啊！上面有很多僵尸，要有人帮我清一下。小雪不要跳，你下，你跳到后面。啊，他跳起来了。我还没怎么挂他。我回救到这了。我想说，我下去，然后就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你们这样可以吗？请求这个是接龙界的吗？接龙界的，接龙界就对了。这是接龙。啊，我黑板，等一下。哦，好像不是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是黑板吗？你说我的左手才刚去关进去。小雪，丢个拍棒补血。你说那个补血瞬间就一大群僵尸破跳下来。好了，等那个厕所中间点。他那边来个人帮忙。我身上刚好有在补睡剂，要捡起来，捡了 OK 啊。捡一。哎、欸，电器，电器。Got a DP unit. 前面有重生点啊？对啊，前面有重生点的，你要电吗？电一下啊！好啊，你要电就可以。但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拿东西，可以拿它。前面有位区啊！闪得掉吗？看来是闪不掉。解决。哦，危险！刚好这边有一个散弹枪可以打。小心那个汽油口。有可恶在地上，那就一定会挡刀。哦！你要我也不会收谁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我被汽油吸了，吸了，吊死了！哦哦哦！啊！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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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在哪里？人在哪？干，真的是火布哦！好死了！好险，他见面了！专家做过好事情。好险，他见面了！什么？啊？你讲什么？他刚说他怕你们捡不起那一把枪。不然他在讲他可以捡什么东西就行了。哎，好多僵尸！哎，又有多肉系统的，多肉系啊！
吧，好多好多。嗯，为什么刚刚退改速率的时候都没有追击呢？你没有啊？我知道，因为他是僵尸。Guns here， 他不是退改。如果你打八方风，你还比较有可能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难度应该是八方风远低于现实快递的，应该是这样。应该、啊，一定是我个人觉得。现实快递那个根本是。也是血槽五吗？哦，好多针，真的好像现实快递到底好多针，插到满，好多针，插到死。我记得以前，大家记得我以前。我记得我以前听过一个传闻，就是什么针插在中间，爆毙死掉。啊？直接说中直接当那个 LCD 的游戏中心这个。你说游戏游戏有人讲？我就不知道听谁讲的。看这，我就好像听过有人有人这样讲啊。哎呀，我们这超针都满满的毒嘛。那个是那个都市传说吧？那个是都市传说，我太神奇了，知道？竟然会有这种都市传说。真的我有听过啊，然后我就傻傻相信了。Reloading。你刚才说四个人排成一个，我确实是可以到日出撞。四个人有办法排成一个日出撞吗？可是说魏巡出来了，怎么办？魏巡撞不过来。要不要丢一根派方下去？不用了，现在炸到日出，然后炸到日出。我真的我想想想到有一天，帮我清一下僵尸哦。帮你过来。休息在哪里？我来解决他。在哪里？应该在那三个，我在前面。前面，前面。好，我上。你的喷光不丢哪里？把它丢左边。我知道你很想炸那个 SR。没有，我们是故意的。干嘛？有我丢另外一边。这有补包，这有补包。简单子。这有补包。我知道你很想丢上去，丢到他脚下。捡起来，捡起来，因为这有补包，这有补包，这有补包，这有补包。还有一个，所以鞋少就补一补啊。那我补啊。然后有 A 六零哎，谁想来 A 六零？哎，我要。那边呢、啊？那不是小雪这边吗？给小雪拿。这他没拿，他没拿就代表他放弃了。啊？他不是最喜欢拿一个连射枪？哦 ，Yeah！ 算了，没吃到人。Big Gun。OK。Reloading。哎，我先绑好了。好，我再等下去，我那个白卡。好，这边是白卡。好，走。好了。哎，你们胆子都准备好？不用他，不用他。太。也不要他。啊，直接解他就好。哦，这胆子那个。胆子也丢了。这胆子谁要先丢啊？丢哪？随便丢啊。丢。丢不会影响到我们前面的路线，随便高兴就好，就可以丢那个 SR 身上了。喂，你丢我身上没用啊，我不会沾到。但是并不标准，所以他还没丢。哦，这样看谁不甩丢就丢谁。哎啊，结果都没丢，一定要丢啊！丢一下丢啊！这没人丢吗？这不丢一下。他不喜欢，不想丢。罗丽有丢一颗啊！对啊，已经丢了，已经丢了，他丢了。丢啊！不然刚刚僵尸在忽悠我，终于丢了。这还有一个人用，哇！看效果，差不多三十个是吗？可以准备下一段。有很多技能。那好，那算了，丢胆子就好了。不要，还是丢了。这翻一点就好。哇，那大人呢 ？Smoke Gummy， 真的有 Smoke Gummy。有病就该吃掉。有那个止痛药在后面。那个止痛药。有病就该吃掉。不要，安全是最要紧的。
Jimmy Gibbs Jr.， 你看关门呢、欸？嗯，跑不快的，专业放生。Shit, this is a gun. 关门，关门。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呢、欸。其实还好吧，我觉得蛮简单的。哎呀，小姐，那这次帮 BOT 补血好不好？可以补吗？不行吧？不行。你说补 NPC 啊？你说啊，电子器把那个热电起来，不要可以？好像也不行。不要玩 BOT 啊！打到了、啊！可以、啊、打到了，但是在空中没有办法治疗。没有，是因为他们。Hang on, you need this more than me. 应该真的满血的关系吧。Hold on, 不要理他，我们要下去咬了，这电梯下楼不等人。你们待会注意看了、哦，就是当我们的视野。我们站着的视野，如果离开那个地方的话，然后你再跳起来，哦，我看到他们瞬移了，然后路易斯站起来，他们两个瞬间不见，然后路易斯站起来了。我可以先拿后面那个汽油炮，那边比较难，那边没有 BOT 的掩护。Smoker。后面有枪声，有人丢胆子，有人丢吗？我刚本来想，好像听到有人丢，刚有丢胆子的声音。我刚丢一个，我刚听到有人丢胆子啊，我刚给你丢了。胆汁没了。听说官方当初在牺牲跟 pacing 跟短暂之时，他们都没有字幕了。哦，字幕对啊，超难。那个字幕要去哪里找？对，我记得我桌面留着。我去，我去。Jackie， 小雪。来找我桌面还有那个档案，然后你要丢对地方。我怎么上面还有一罐？怎么还有一罐 ？Whatever， 太可爱了，泰格成有火的准备啊！泰格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。这里。哦，我听到亨特开始帮忙，搞吧。哎，我看到有人发射器了。那个 SA 丢那个排放。S A 丢开吧！不要追我，去追开吧！OK， 我们走！所以我们被抓的时候要跟他讲说你的后面，小雪，你后面。小雪。那个让我倒，滚蛋，拿到包起来。那个死了。I got it. Why doesn't anything have enough gas in it? We still need 10 more. I got another one. BOT 要丢东西。我看，我看。应该丢下去。好，丢下去了。我换枪了，哪里呀？对。丢下去了，他直接我捡起来，对啊，他丢在地上，他会丢在地上给你捡，我完全都不知道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
我插针，我插针了，我救。然后我刚刚枪完全准心没有对到小雪的就是了，这是奇怪设定。你学会了可恶的技能，举弹飞。举弹飞怎么说？哦，我又收到小雪了。天哪，这平常人的肯定都是不低的。好像有少，哦对，还没全部拿完。对，还很远。哦对，怎么感觉都在我整场都在拿垃圾油桶？那是是瞬间把僵尸给灭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嗯，对。对有两只史莫克，这两只史莫克，走走走，走了，拿一个，看个中我拿一个就好，我拿那一个。啊，你还是要拿。看个。反正直接甩下去了，直接甩下去了。看个，再看个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哦，好痛！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哦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我不理你们，我继续倒。我刚刚差点叫成功了，我刚差点就叫成功闪过 Tank 抓重击。Tank 十一只，听说有个半管子。啊，他要丢东西了，他要丢东西了。谢谢。Okay. 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为什么什么都没看到？被救了吗？哦，对了，射他，射他！我记得他倒地，没怪。Got it。还剩下个，我要加入最后的神圣没怪。然后把那个给砸碎倒。什么？哎，丢个火，丢个火！我忘记让线程。没有火啊！现在小雪，你的火，你的火往回丢，往正下方丢，往你的脚下丢，往你的脚下丢，你脚上就烧自己啊！往脚下丢！快呀快呀，怎么那么久？丢个火，丢个火！是往脚下丢，真的是往脚下丢啊！真的是往脚下丢啊！往我们脚下丢啊！掩护啦，掩护啦，掩护啊！瑞凡，我丢，还是闪光？为什么？什么可？什么可？两只什么可？两只什么可？到了，到了。是哪个？是哪个？你是哪个？你看要不要那个小姐解成就啊？看要不要那个解成就？这边有个什么走为上策的？不要打那个，不要打那个。哎，不要打那个，让过来过来过来，让 BOT 打掉。哦，我让 BOT 打，我让另外一个城市。看看我被解除了。你完全看不到球在哪里。啊 ，BOT 看到 ，BOT 在射。我要补血，我要补血，我要补血，补血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。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！哈哈，我要写小角色呢，小角色那就没有了，角色那就没有了。哎，可恶 ！It's hard enough out there。然后 BOT 要射你。哈哈，射你！这关看久都记起来，看久都记起来。接下来要牺牲一下吗？如果牺牲，接下来要断线一下吗？牺牲啊！如果啦，如果牺牲会跳掉，那我们就那今天就到这样了。好，小雪倒地。好吧。倒十次。倒地王。啊，不对，重点应该是谁是 TK 王？绝对是 SR。
我刚才重打哎、欸，刚才偷偷补了一下尾刀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看，是我哎、欸，是我哎、欸欸，为什么？察觉最近的，最近又变 TK 王了。哎、欸，结果我以为，结果我想说我会当，结果还是没有啊，真可惜。你最近怎么了？啊，最近枪法烂透了。哼哼哼哼。为什么精准度还有二啊？这代表至少你开了枪还有打到僵尸。啊，好吧，这是什么牺牲？那个什么突变玄丹的吧？选单吗？应该不可能是图片选单吧？不可能吧？对，我觉得不太可能。但是我可能。下去啦！下去啦！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走啊，给他们两个在里面了。哎、欸，我们要出门了，干！你们两个继续这样吧。两个继续这边推着推着。哦。Sorry, Louis. Now just figure we go there. Hey, 其实可以这样的。I want you to have this. 哈哈哈哈哈！我想还你，他不会还你。哈哈哈哈哈！他不会还我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你干嘛？小雪你也丢一下。他会还给你。小雪你也丢一下。这边给按钮先丢给他们。没有啊，他们三个都买了。我不会丢。他们三个身上都有。你等下丢给比尔啊！你等下丢给比尔啊！我不会丢啦！你等下丢给比尔啊！你不能丢啊！他们都三个都拿了啊！你们之前知道有这件事情吗？就是东西给丢给一代的。等下你们，小沈，等下下比尔在下面，你等下丢给他、啊欸。他死掉了，他死在那边了。比尔死了丢不了，那尸体的，还是尸体的。